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阿弥陀佛，希望我们佛弟子经常能够像刚刚这样真心的乃至接近愿成佛菩提心的乃至为众生读诵的大悲心而能够读诵大乘经典，特别在这个时间叫末法时代。末法时代佛陀在经典就告诉我们以持戒为基本来读诵大乘经典，因为末法时代我们有时候要去依止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也实在不容易，就算有也会因缘不具足，但是呢守戒律进一步读诵大乘经典。那为什么要读诵大乘经典？大乘经典讲的就是空性菩提心，当然在讲空性菩提心绝对不离开就像地藏本愿经的深信六道轮回善恶果报，乃至从孝顺父母开始做起。所以就像各位在读心经读金刚经，那今天也会发给各位一部金刚经，有没有拿到？放在口袋啊，子弹不入啊！我讲子弹不入讲的是空性啊，肉体给你打掉了，我的空性永远都在啊。所以有金刚经的经典在，即有佛在。
那印成小本的，希望各位随时拿起来读诵。啊，当你心乱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希望做大事更有福报的时候，啊，当我们起男女欲望甚至各种的魔障的时候，赶快呢读诵思维抄写《金刚经》啊。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就像各位刚刚在念，你们在念的时候，天气热不热？燥热不误，但是心里很清净啊。所以最大的快乐，并不是这个世间你现在在吹冷气啊，多舒服啊，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法喜充满啊，法悦禅实一样啊。因为读诵佛法，内心保持在这种菩提心，乃至追求空性，乃至知道自己应该好好的持戒，乃至读《金刚经》啊的四句偈，哇，超过恒河沙七宝布施的功德。所以各位呢，做成小本，希望各位呢经常练习。那练习要干嘛？要把《金刚经》用在生活上啊。万法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离一切相，即见诸佛。那我们现在就被这些世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烦恼控制了。所以，但是你要去分析它啊，凡是存在的，你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凡是你看到了，都是无常无我的，哪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就是对每个东西，你要用《金刚经》的精神去超越它。所以进一步呢，以《金刚经》的精神去普度众生。啊，在利益众生又能够超越这个我在利益众生的心。为什么？众生本来就是我啊，众生的苦本来就是我的苦啊，这个叫自己心。各位刚刚有念了，自己心是所有众生的快乐痛苦都跟我有关系，也都是我的事情。就像你对你的独生子有一个自己心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要负责他全部。所以就像我们放生的时候，要把众生观想成自己，他就是我，所以救他就是救自己，他苦我就苦，他快乐我才快乐。所以我们读《金刚经》，你把这个分别心去掉以后，慢慢你就会进入众生的心态。所以那《金刚经》是精髓啊。那当然如何去体悟，那各位就要每天读一遍，思维一下。但是这个读诵思维是为了实修，那实修就是你面对的人事物，生病生老病死，爱恨别离，快乐痛苦，那这个不能够离开金刚经啊，这个空性，这个为追求无上菩提啊，但是在追求菩提又不执着菩提。所以因为实无众生可度，实无佛法可得，无智亦无得。那你要，当然道理很简单，但是就是你要保持正念啊。就像各位喜欢玩手机的人，必须要告诉自己，嘿嘿嘿嘿啊，你啊，你不能一直沉迷在手机上面，因为除非你现在是必要的，我现在要去查一个佛法的名词，我现在要想要去帮助某一件事情，我想要了解，但是不能沉迷在这上面。就像前一阵子有个男生找我说，师父，我要出家，我要出家，我要出家，我说出家是好事，结果现在交女朋友了，这样就这样啊。并不是交女朋友错啊，而是他会觉得那个很甜啊。师父，后来我问他，那你不是说你要出家？他说，我想要去试试看我对情欲的能不能脱离。我说，那你讲这话是无聊，那你明明知道他错了，你还跳进去看看看我情欲能不能脱离，那你不是说自己在那边吸毒了，看我能不能戒毒吗？啊，我说这个是借口，基本上就是你对感情放不下，你还会觉得他很甜啊。所以你当初我没有答应你出家，就是因为你还有这个想法啊，你还有这样子的态度，这个不容易。就像有个居士跟我说，师父，我要出家，我要出家。我说好，有空就多住道场，没看到来住过。他有事就没事就跑回家，那就是他很喜欢他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家。我说你去道场住两天不想回家，那还慢慢有一点像出家。啊，也不见得住道场你就可以出家，搞不好住道场你引起大家的麻烦，大家把你赶走了。啊，那至少是说你至少对世间的可以放下。啊，所以我想当然有出离心非常好，但是出离心的障碍是自己啊不了解真相。这些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苦的、空的。啊，
哪有一样可以让你永恒快乐呢？所以各位要读诵《金刚经》。那今天要各位读了《华严经》，很重要。这个《华严经》是成佛的必要的经典。请各位先翻到14页，里面有一句话讲了为什么要读十地，要说要修十地菩萨啊。第三，譬如数字述说，一切皆以字母而为本，字母究竟，无有少分离字母者。就是说，世间就像英文26个字，不能够离开这个26个字母而有这个英文。我们中文不离开这个横横竖竖的。同样的，第四，佛子，一切佛法皆以十地为本。那如果你要成佛，那你不能够离开十地菩萨的修行的内容。所以十地就近修行成就，那你就可以得佛陀的圆满的智慧。是故佛子愿为演说，此人必为如来所护，令其信诵啊。如果各位你愿意这样的去修行十地，乃至去告诉别人啊，诸佛护持你啊。当然你要修到十地菩萨，前面还有前行，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要有这个一开始，然后呢，这要花了一大阿僧祇劫，那再来你还要修，慢慢的走路初地、二地，然后又要一大阿僧祇劫，然后终于你到了正的八地，后面还一大阿僧祇劫，那叫三大阿僧祇劫，最后圆满佛的一切智。但是，那为了要达到十地菩萨，那各位呢，前面的这些啊40种修行法，那各位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去修。所以我要各位经常看《华严经》啊。那么当然了，《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个都是在讲成就菩萨道的方法。特别是《阿弥陀经》讲的是比较方便殊胜，如果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保证圆满成佛之道，求生净土的必定成佛。因为那在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你到了极乐世界去闭关一样啊，得到了一个智慧，一个不退转，回到人间来圆满这些资粮。但是呢，《华严经》就把一个圆满次第讲得很清楚，所以那后面就分析了。那当然一开始初地讲的是布施波罗蜜的成就，二地刚刚各位离垢地讲了持戒波罗蜜，但是离垢地他讲了性不杀生。各位什么叫性？这个性就是你的本性里面、个性里面，不用用戒来卡你。所谓离垢地，是我们现在守五戒，我还要去守五戒，因为我本来想要吃肉，我故意去守这个戒来克制我不吃肉。但是你到了离垢地的不杀生不一样了，是我本性里面自然不会杀生。性不两舌，我本性里面不会去说人是非，不会去讲谗曲八结的话，这个就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为什么叫离垢地？那是你本性里面就毫无伤害众生的心念，一句恶口，一句两舌，一句批评，你都不会讲出口。今天你把我打成肉酱，哎呀，我都没有想到要还手，我只想到你怎么样可以让你快乐成佛，这个叫性不杀生啊。你不能说哎呦这个十善业太容易了，但是站在一个真实发菩提心的十善业道又不一样了。所以受菩萨戒一定要受十善业戒，等一下我们要简单的来传授一下好不好啊？因为这样才是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这样呢才有那个功德。因为你如果还在造十二业，那你也没办法进入菩萨的修行。菩萨的修行要这么远，但是以十善业做基础。那十善业是一个世间善法的基础，然后你要成就佛果，那要以十地的功德做基础。那各位翻到一下24页啊，我先看了23页。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初地菩萨叫欢喜地，这个布施不是光讲金钱啊，是讲了对最真理的实践啊。我的身口意完全供养了真理啊，在实践真理，这样子的布施叫欢喜地。所以23页，因为我没办法讲很久，
所以我讲一下重点。那我希望各位回去以后要把它读完。如果你能够，把欢喜地，就是布施波罗蜜这样去修行，那你成为阎浮提王的果报。各位刚刚念离垢地持戒圆满，你可以做转轮圣王。阎浮提王是代表什么意思？阎浮提王代表地球吧？啊，转轮圣王那就超越地球百千万倍了。那如果你能够修到第三地忍辱波罗蜜啊，发光地，那你要做忉利天王的果报。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各位你现在开始在进入欢喜地的修行啊，那你在这个世间是一个大威德王，因为阎浮提王嘛。而且呢，你很有力量去布施啊，就像刚刚有位菩萨布施520,000，随喜，我们口袋怎么拿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520,000。所以有一次我不知道一个法会，人家开一张支票放在上面100,000，我把这个叫随便开张钱，这个但是人家有这个福报嘛，那当然他能够布施520,000、100,000，可能他家里还有好几千万啊，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小 case， 做点功德很简单很自在，那这个是一种累世的布施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我念一下，其何以故？此菩萨得欢喜地，当你开始进入这样欢喜，这个欢喜地它是要让佛欢喜，让众生欢喜而进入了这个欢喜地。就像各位我们去放生去做烟供，欢不欢喜？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欢喜地是你开始做广修供养各种的布施，你内心很欢喜今天我们去帮人家助念，念到嘴巴都沙哑了，欢不欢喜？欢喜这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以及对诸佛的供养，对众生的布施而进入欢喜地。所以前面你看一下好了，那何以故？此菩萨得欢喜地，以所有部位，那你就不会怕，所有部位皆得远离。所谓不活位，那我尽量大布施，我不可能意外死亡堕落三恶道。恶名位，那我不会，就算我被骂无所谓啊，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了解你自己内心很自在。死位恶道位后面有解释，就是得到事无所谓。所以各位要真的，今天你家里有10,000,000，别人把你拿走了无所谓，金钱无家共有修行菩提心最重要，那你就不怕没有这个东西。今天你要死的无所谓，死的对我来讲是往生净土利益更多众生，无所谓那各位要修到无畏，那现在各位还没有无畏，我怕我儿子生病了，我怕我老公不回家我怕我的钱赚不了因为你还放不下，还有执着，还不得不到这个。那如何得到这个无畏？那当然你要去实修，去了解怎么得到，后面有讲。所以离开了不活畏、恶名畏、死畏、恶道畏、大众威德畏，如此部位皆得永离，何以故？那就是说初地的菩萨，此菩萨离我想，根本没有一个我所以各位这个布施连这个我执都没有了你没有这个我的这种知见的执着，所以此菩萨离我想呢，别人骂他那有什么好生气的？尚不爱自身，何况资财，身体也不是我的金钱也不是我的，所以这个身心是来自于因缘所生法，爸爸妈妈给我，众生给我，世界给我的。是故无有不活位所以死亡也好，没钱也好，对他很正常。第二，不依他所需求供养，所以也不会去求人家，因为对你来讲你是要利益众生的，而不是要去要求别人给你。唯专给施一切众生，是故无有恶名位所以那你就是想要给别人快乐，布施给别人了，不用去求人家，所以不会被看不起。第三，远离我见，无有我想，是故无有死位。那讲到这个，各位就要读心经啦、金刚经啦，而且要观修啦，而且最好的方法是按照三法印。各位要一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你我他，
世界我这些东西，就像我刚刚比喻的敌人儿子，你恨对方喜欢对方，这个是你万法唯心所现啊，是你的分别心，根本不是你的真心。我的真心里面是无分别的。那这些各位，你要修因缘观，要养成习惯，不管你在做什么都要分析分析分析啊，分析到它的本体是空性，叫三轮体空，我你他这些事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法会，这个法会也是因缘所生法，然后等一下各位结束了，他就全部又给它分解开了，但是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聚会，所以它是空性。但虽然它是空性，它能够供养三宝，它能够慈悲众生啊，所以对一个菩萨来讲，死就是生，生就是死啊，所以一切超越了生跟死，叫那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也不会怕被骂，不增不减，也没有多也没少。那如何进入这个看到万法的真实本体？那各位要养成习惯。那这个讲的欢喜地，它是讲不是光金钱，而是对这个我及我所的舍弃啊。第四，自知时已决定不离诸佛菩萨，是故无有恶道位。那你这样子在修行持戒，你不可能堕落恶道。第五，我所自要一切世间无与等者，何况有甚。所以你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菩提心，各位，你是世间的如意宝，无上士大士，有没有人比你还高的啊？所以你就不会怕，哎呀，我没钱有钱，我自己觉得我很自卑啊，我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啊，不需要，你就会有信心，你对任何事情会有信心，不是傲慢，是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有三宝的加持，也用三宝的力量来帮助对方，因为我们是追求利益众生成佛的啊，完全把自己没有自己的爱要，我喜欢什么，而是众生需要什么啊，所以是故无有大众威德位。现在你要做生意，你就要怕那个做官的要跟你调查，要跟你抽税，怕那个大老板跑掉。今天你要追求爱情，又怕你老公老婆对你不好，因为你有执着啊。但是如果你是追求空性菩提心，那你没有什么好畏惧的啊。所以菩萨如是远离金布毛素等事。那后面这几个我也希望各位念一下，就是说我们升起了圆满的布施。那怎么样叫圆满的布施？后面这几条，因为它虽然写一二三四，事实上一条里面就包括三四条，那这个三四条也是我们要去追求，而不是说念完就信真善故。因为你对三宝的、对因果的信心，信对极乐世界的信的真善故，所以那你能够更圆满了各种的善根功德。我们念一下第八。佛子，此菩萨以大悲为首，广大智乐无能举会，转更勤修一切善根而得成就。所谓一信增上故，多净信故，解清净故，信决定故；二发生悲悯故，成就大慈故，心无疲懈故；三惭愧庄严故，成就柔和故，敬顺尊重诸佛教法故；四日夜修集善根无厌足故，清净善知识故；五常爱要法故，求多闻无厌足故，如所闻法正观察故；六心无衣着故，不单着利养名闻恭敬故；七不求一切资生之物故，生如宝心无厌足故；八求一切智地故，求如来力无畏不共佛法故；九求诸波罗蜜助道法故，离诸谄狂故；十如说能行故，常护时语故；十一不污如来家故，不舍菩萨戒故；十二生一切智心如山王不动故；十三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故；十四即住菩提分法无厌足故，常求上上殊胜道故；
佛子，菩萨成就如是净智地法，名为安住菩萨欢喜地。好，所以前面的细分这二十多条都是各位要去实践的，那你才能够进入所谓欢喜地初地的所谓真是布施波罗蜜的修行。那至于这一条意思你不懂没关系，先跳过去，乃至上网查一下什么叫一切智啊，如何求一切智地。地讲的就是那个西地，就到达一切智佛的境界，求如来力。哦，我们希望得到如来的实力，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那你要去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那至少各位把目标定出来，目标定出来，你把目标定出来了，就像你现在决定你有钱了要去买一间房子来住，心里快不快乐？第一个是你有钱，你有这个善根；第二，你决定要去买，虽然你还没有去住进去，但是你想了就很快乐啊。各位，明天要去远足，快不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快乐，爱乐快乐到困不起，我妈妈帮我准备油饭啊、巧克力啊，一切都我喜欢吃，我看了一包我都很欢喜啊啊。所以而且我妈妈的习惯是要去玩就要穿新的鞋子啊啊，所以每一次远足那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东西啊。那虽然明天还没有去，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哦，心里很高兴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些都要学，并不是说我们学佛以后很枯燥乏味。学佛以后，各位阿姆西兰来讲自助餐好不好？免钱，那有来有炒面呢，啊！但是如果说人家邀你去吃那个很贵的、很好吃的，你心情很好啊。那当然，我这样是比喻，就是说你已经把你的志愿追求，像第七条，不求一切之身之物故。我今天修行佛法利众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啊，现实生活的得到，不沾着利养名闻恭敬故，对不对？也不是为了知名度，那你心坦荡荡，这个叫你才能够进入菩萨欢喜地啊。那所以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讲，所以各位我这样讲是希望各位华严经可以让你修行一辈子啊，让你修行一辈子。所以有一个讲法，华严经是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中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是小阿弥陀经，对不对？那这个讲法也有它的道理，以发菩提心念佛，也引导别人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些你都要去看去了解啊，以地藏经做你的戒律啊，不离开对众生的悲愿。那是每一个字怎么修，那这里面老实说答案都告诉我们了。那你只是名相上不了解，那名相查一个电脑买一个佛学词典你都知道了，你要不懂你就问湛江法师，他无所不知啊，他就是喜欢看书，而且可以把它过目不忘，对不对？我们湛江法师还有几位法师下个月11月10号要去受戒了，大家回向他们啊。还有我们几位比丘尼师父受戒回来就变大事了，因为受戒回来是菩萨戒，对不对？菩萨戒那就不一样了，那就荷担众生的责任了，那功德力就大了。这也是一个对父母祖先最好的修行方法。那后面还有很重要，我要各位念的28页，不但真实的以大悲为首去实践菩萨道实修的方法，各位更要发真实的大愿啊，欢喜地啊，我愿成佛度众生，欢不欢喜？就类似这个愿啊。但是这个愿细分来讲，这里面有十条，这也是进入初地菩萨应该有的大愿，而且这个愿要把愿当作戒律，所以大家念一下。来，第九，菩萨住此欢喜地，能成就如是大誓愿，如是大勇猛，如是大作用。所谓一生广大清净决定劫，以一切供养之具恭敬供养一切诸佛，令无有余，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
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好，后面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背：广大如法界，遍一切处，究竟如虚空，无所不包，尽未来季节，时间上永恒的，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啊，永远永远去圆满这个愿，永远永远去帮助众生，永远永远去度众生，要有这个心态，这个叫欢喜地。啊，所以各位，如果你心，你看广大如法界，所以这个广大如法界，你就变法界你都包含了，十法界众生你都圆满了，啊，都是你十法界众生，都是你心中的众生，究竟如虚空，那就究竟讲的就是空性，啊，对万法的彻底的了解跟包容接受，啊，然后时间上的精进，啊，菩萨的愿是要如此，啊，我发愿不是针对台湾，我发愿不是针对狗，我发愿不是针对某一种宗教或是某一种人类，而是广大之心包含十法界众生，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都是我供养学习对象，一切六道众生皆我父母，愿他们成佛，啊，然后呢来发展广大的愿。那事实上每一个愿都要加入这个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那我希望各位把它背下来，你的心量才会广大，好不好啊？那广大你所做的事情是小家碧玉的，哎，那就不要做了，因为这个不是广大如虚空，如法界究竟如虚空，那是一种私心私爱，那是一种我慢自卑，那都不需要了。第二，愿受一切佛法轮，愿摄一切佛菩提，愿护一切诸佛教，愿持一切诸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好，第一个愿，从今天开始，用最大的力量乃至全部的生命去供养所有诸佛，对不对？啊，去上供。就像各位今天然后来了这么多上师，我们有没有全部都供养啊？有，太好了。不过钱还是再多一点，有些供一个后面就没得供了，原来你只当带一张钞票来啊，所以那这样不够啊。那希望自己能够对每一个都随喜，除了供养，那我们要接受所有的法，第二愿就是法啊，而不是我喜欢哪一个法门，我喜欢修什么，没有，愿受一切佛法轮，啊，法轮是为了对治烦恼的，所以呢，法门无量誓愿学，愿摄一切佛菩提，啊，帮助众生的方法，乃至每一个佛，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参访这么多佛呢？就每一个佛成就菩提的方法，我都要学会，愿护一切诸佛教。以现在的地球来讲，南传、北传、藏传都要护持啊，世间的宗教是善法，我们也要护持，愿持一切诸佛法，把佛法当作你生命的戒律。第三，要示现，这个叫身宝，释迦牟尼佛要变成化身示现来。愿一切世界佛心于世，从兜率天宫末入胎住胎出生出家成道说法，示现涅盘，皆悉往诣亲近供养，为众上首，受行正法，于一切处一时而转，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四，愿一切菩萨行广大无量，不坏不杂，摄诸波罗蜜，净智诸地，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所有菩萨行皆如实说，教化一切，令其受行，心得增长，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五，愿一切众生界，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三界所系，入于六趣一切深处，名色所摄，如是等类，我皆教化，令入佛法，令永断一切世间趣，令安住一切智之道，
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六，愿一切世界广大无量，粗细乱住，倒住正住，若入若行，若去若地往差别，十方无量种种不同，智皆明了，现前之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七，愿一切国土入一国土，一国土入一切国土，无量佛土普皆清净，光明众聚，以为庄严，离一切烦恼，成就清净道，无量智慧众生充满其中，普入广大诸佛境界，随众生心而为示现，皆令欢喜。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八，愿与一切菩萨同一智行，无有怨集，及诸善根，一切菩萨平等一缘，常共集会，不相舍离，随意能现种种佛身，任其自心能知一切如来境界威力智慧，得不退如意神通，游行一切世界，现行一切众会，普入一切深处，成就不思议大圣，修菩萨行，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九，愿成不退轮，行菩萨行，身与意业悉不唐捐，若暂见者，则必定佛法，暂闻音声，则得实智慧，财生净信，则永断烦恼，得如大药王树身，得如如意宝身，修行一切菩萨行，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十，愿于一切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离一毛端处，于一切毛端处皆悉示现，出生出家异道场，成正觉，转法轮，入涅槃，得佛境界大智慧力。一，于念念中随一切众生心示现成佛，令得极灭，以一三菩提知一切法界及涅槃相，以一音说法令一切众生心皆欢喜。二，是入大涅槃而不断菩萨行，是大智慧地安立一切法，以法智通、神足通、幻通自在变化，充满一切法界，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十，佛子，菩萨住欢喜地，发如是大誓愿，如是大勇猛，如是大作用，以此十愿门为首，满足百万阿僧祇大愿。十一，佛子，此大愿以十尽具而得成就，何等为十？所谓众生界尽、世界尽、虚空界尽、法界尽、涅槃界尽、佛出现界尽、如来智界尽、心所缘界尽、佛智所入境界界尽、世间转法转智转界尽。一，若众生界尽，我愿乃尽；若世界乃至世间转法转智转界尽，我愿乃尽。二，而众生界不可尽，乃至世间转法转智转界不可尽故，我此大愿善根无有穷尽。好，在念的时候心量有没有很广大啊？哎呀，不可思议。所以我第一次念的时候，特别这十大愿，各位跪着念，天天这样发愿，然后等你熟了以后，就把后面这个十大十进句背下来。哦，众生界尽、世界尽、虚空界尽、法界尽，到后来我愿乃尽。但是呢，众生无有尽，所以呢，我愿不可能有尽，那就是地藏大愿了。那如果你把这样子当作你的戒律，那就是
最圆满的三昧业界了，那就真实在实践菩提心了。所以在欢喜地并不是光不施钱，这个不施波罗蜜，这个欢喜地是把敬未来际的生命来发愿，来普度众生啊，来圆满一切所有的佛法，所有帮助众生的方法。就像一个人去当兵啊，我为国家当兵，不拿半毛薪水，为国家而死，为了要圆满奉献给国家，我连结婚都不结，这样子完全来奉献。我呢，这个是不死啊，他连生命都不失的，死为国魂啊，但是国家还是个范围的呢。那这边讲的是法界众生界呢啊，所以所有佛的境界你都要圆满，要把自己发这样的圆满的大愿。所以大家把自己奉献给所有诸佛菩萨好不好？啊，你卖给安安了，免生惊了啊，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所有众生好不好？众生都是父母了，照顾到他们成佛啊，那我想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发心啊，所以累积各种善根实修，发如此的大愿，那对你来讲生命变成敬畏来记了，所以你对自己就会圆满信心。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读诵大乘经典，了解如何实修啊，如何实修。所以我还是劝各位不要懒惰啊，我们现在印经协会决定在北中南都成立佛教图书馆好不好啊，以后拿个镜子看有没有人进去看，有的人都没在里面看，看了租了就扯了，参观后会真欢喜，叫他看册就睡啊，看不下去啊，看不下去就变大看，就是看不下去才看清楚，要想想在里想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做个什么阶段，这个叫文思修，不然佛陀的教法就断灭掉了啊。所以我们发广大心，那各位叫要半工半读啊。刚刚讲了，不离大悲心，以大悲心为首，所看的一切就马上要奉献给众生，实践给众生，产生真实的功德来帮助众生。所以离开众生你也没办法。当然有时候我发觉有些修行方法就一直强调闭关，这个要小心，因为闭关有时候如果没有大悲心为首而脱离众生以后，变成把大乘佛教当作自我的小乘的修行，这个也要很危险，因为慢慢它就会变成个性孤僻啊啊！所以在汉传佛教不强调闭关，这强调在洞中的禅，你在利益众生，你在受侮辱的时候如何能够关注你的心不起贪嗔痴而升起大悲心，叫因无所住而升起心。当然希望各位每天都闭关两个钟头啊，什么意思？那至少每天来深入经藏思维禅修这样啊，然后呢花了更多时间去面对众生，就像一个公司早上开会一两个钟头再来呢赶快做生意啦，对不对？赶快完成这个工作这个作品，而不是天天在那边开会。所以要把一天当作一辈子啊，所以一天之内两个钟头的闭关啊，三个钟头啊，再加上忏悔，那其他时间要来广修善根呢啊，为众生发愿。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家好，我是李尊英先生。COVID-19 病毒同飞传染，注意防晒是预防最多、避免重症亲友好的方法。提醒上头身体调伏的时间去注意防晒，最好的将流头先从了15分钟。黑公司认真注意防晒，也是配方注射，有急性过敏反应，就要流头先从了至少30分钟。足够后，黑光经发烧超过48点钟，有显明的过敏反应，也是足够后28年内胃肠拿痛到动厉害。调息困难，脚又肿又痛，皮肤充盈又出现点样的热掉，请家家去本身上看。韩国公司是足够 COVID-19 疫苗，足够后还是爱增口色素。戴嘴也美，莫多多人恐吓，确实做好防疫措施。因恐吓来，事故大家的空间。是古印度时期公益强国迦湿国的首都，意思为光的城市。这里汇集着千年来的富丽，独异的建筑与庙堂。过去曾经是湿婆神在人间的住所，更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域。境内多所讲授传统学术的学院林立其中，繁荣且多元的宗教与艺术文化使其成为宗教学术的重镇。此城名义即洞悉生命的眼光，它承袭着人们从古至今的智慧，漫漫迷雾，袅袅香烟，错综复杂的巷道中，位于北印度的恒河西岸，与支流亚穆纳河的汇流处，紧邻着是恒河的汇城，半夜绵延不绝地缭绕着。河旁偏石为岸，朝圣浴场的阶梯上，人们至今仍络绎于途，只为前往身服灭罪之所，来洗涤身心，沐去罪愆。威仪3000的觉悟圣者佛陀，虽愿将其领悟的殊胜法妙流传人间，然而学必称吠陀，行必称苦修的年代，修行者彼此相亲的社会习性，也间接影响着佛陀对于世人是否能接受佛法的疑虑。起初一级的是教授过佛陀禅定的导师阿罗罗、切莫罗和佛陀家罗摩子，有着相当的智慧高度，能引悟了解并分享切磋佛陀的甚深灭苦之道，为两位皆已相继离世。而后佛陀一起昔日共修苦行的阿若娇神卢、摩诃男等5位从世尊出家，即
即一路跟随陪伴，后却因误解而殊途，各自修行的道友。故此世尊决定从近300里外的菩提迦耶踽踽独行，横渡宽广的河水，前往宗教圣城鹿野苑。每个人都应该发心做菩萨的入圣行、入圣女，但在南传佛教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站在大乘佛教像华严经一样，从华菩提经一直到学佛成佛，来普度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哇，五比丘听了以后，就都陆续证阿罗汉。那么证了阿罗汉以后，他们都换上了出家人的袈裟。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鹿野苑？因为佛陀正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每一个梵天都拿出法轮来供养，而且每一个梵天都布施无量高的法座，上面有狮子大象要请佛陀坐。所以佛陀那个时候升起大悲心，对整个宇宙世界升起大悲心啊！哎呀，还没有讲法轮，说我已成佛，我要为这个世界大转法轮，大家赶快来听啊！甚至梵天也这样到处劝解，所以他方世界所有菩萨、所有梵天天神都围过来要听佛陀转法轮。佛教史上重要的法轮初转之地，位于现今北印度瓦拉纳西的北方约10公里处。当年世尊阐述世圣地法门，五比丘成为佛陀第一批弟子，与佛教早期的佛法僧三宝皆在此汇聚成立。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如此描述：鹿野伽蓝区分八界，连环周堵层轩重阁，力穷规矩。古时的鹿野苑，在此辽阔的大地上，群鹿聚居，四处漫游，周边石墙绵延环绕，四分八院，层层轩宇楼阁排列有序，极尽华美庄严，姿塑四种络绎不绝，彰显着教法的兴隆繁盛。蓝天白云下，达美克佛塔蔚然矗立，以石为基阶的砖石大塔，巨如堡垒，砖座成龛，结脊柏树。纵使蒙上尘垢，人不失其鼎立之相。所以我想我们来到这边来礼拜佛塔，除了消除无量业障，最主要是发愿。发什么愿呢？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四圣谛的道理弘扬在整个世界。所以由苦集灭道四圣谛和衍生为大乘能力下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因为苦变成众生都是苦，众生就是众生，所以你要不是度自己的苦，你要度众生的苦，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所有的众生的苦来自于烦恼、无明、贪爱，所以第二个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各位要消除所有众生的烦恼，所以你要懂得各种众生的根器。所以第三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为了要帮助所有众生断除各种不一样的烦恼，所以各位呢要发愿啊，各种帮助众生的方法都要学。那当然最后究竟一定要成佛，你没有成佛，你没有办法帮助所有众生。所以念一下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我想我们来这个地方了解了对自己的道理四圣谛，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出离心。生命是苦，生命是空无我的，要实践发正道。如今绿野阴影依旧，以及公园内古环遍地，阳光洒在绿草残砖间，斑驳的砖石上视线与众生的
是另一种壮观耀目，终归于平凡朴实的无常景象。大地幽静绝美，马是巨轮辗转划过时空苍穹，纷乱中屹立的史迹提醒着世人，佛法心火自此点燃，至圣法理从鹿野苑开始，缓缓传播于世间。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